八百里，曾是官位扶老弟，一朝书画贫困起，无业照起妙人气。无父无君无法器，为非作歹有天必，秀的大手接福利，邪风一死也惊奇，哪知不测其祸其歹戏，那黄毛孽畜再回击，凶犯不死好得意，复兴横死却成谜。小施主来此的目的，老衲多少猜到几许。心急吃不着热面皮，暂且助你一臂之力。小心上路，再落得一身窟窿，可没人救。
行大业，等杀！是。区区棍棒伤不到我。这些个苦主做爹的怎会不知，可大王一日不出谷底，你我就得再熬一日，熬住了才有活命。前些天小子们又去探了道场，气味比往前更臭，那满地的骨头渣子，不像人，不像牛羊，却跟咱们一般大小。这天杀的毛团，日后大王知道了，定饶不了他。小声小声，你这瓜皮，复兴大事还得从长计议，只是可怜你那兄弟。什么味道？居然是只两脚羊，这鬼地方也有鲜肉送上门。Yeah!
普天之下，夫子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，哪个说了才算，哪个放任不管。你瞧那鼠辈到家人亲，他怎么就落得个子王赴汤死不寒。Thank you.
又这么迟啊！东西放下，赶紧回去下早。下回再算迟了。刚给我的大王练功的进度，老子亲自把你的傻儿子洗干净，送出去。你老瓜怂没来，你这拐子脸的小和尚哪儿冒出来的？
小施主筋骨清奇，正相应着铜头铁臂。
奇数比日月，三维妙法掌。刁民，速速拿下！